有过瘾耶，有了经验拍呢。肯定有啊，前几天拍那个有多少播放？哪个？放啊！那个飞米那个是吧？是那个飞米出事那个。哇，有七个观看了、啊。哇，你看你以前拍那个只有五次观看。下次我们去要带主机台，这个画面还不错的呢。太小那些台了，没有那些镜头都没有带过去。好，走，关关机。拿箱子来装啊，这里没地方放了。够装了，够用。那个三角菜要不要拿？要，全部要。啊，这么多我都烦了，你真的是每次出去都拿那么多东西。你懂个毛，人家姜育毛拍的《红高粱》那部电影种了50000亩的高粱，这点设备算什么东西？你操！我又不是张艺谋，我打通。啊，这个生意装不上啊！上海呀，这空调箱崩了。哦，哪崩啊？来我们来玩。丢你啊！你他丢了这几天哦。啊，还是不去了，明天再去吧。太晚了，想不到搞来搞去搞到这么晚。那么多东西搬，那肯定了。你大中午你就叫我过来搬，你早上叫我过来搬嘛，现在就可以去了嘛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吗？你没听说过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！那你早一点都打算呢、啊？叫我早一点呢、啊？那我是临时决定的，不是，我到了中午再临时决定。你刚才也知道，我是看了那个看了那什么了？那个刚才看的是哪里的视频啊？头条上那个西瓜视频，看了才决定的，这个你也知道。好了，反正也行。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好了。也行，我早上拍那个日出哦。对，去拍日出。明天去拍日出。那说不定日出还多人看。这个我不确定，反正哦，我们是要去拍。好了，不吵了，我也回去，明天再去吧啊、哦。明天早点起来。明天电话啊、哦。打电话啊、哦。早点起来。今天睡早一点啊，不要三更半夜睡。知道了。
出来我就爬山坡，爬到山坡我就唱歌，天别毛乱我的，哎呦，这么是难听我的路，哎。哎，哟，哟，这么的高吧，这么高的坡，哎呀，老大我来啊，哎呀，啊，终于爬上来了。哇，你来到了，你吃过晚饭才来吗？你看那个太阳升得多高了，你还拿个灯过来？晚就晚了嘛，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拍不到日出，我就拍日落嘛。大白天你拿个灯来干什么？晚上你回去不要照干看路啊？你走路过来的？我不走路，我向你有车啊。那你不会砸地啊？那你有给我钱吗？你有给我钱吗？你提钱了，以后不就不混了，不混了。怪不得你大半天，现在太阳已经到了中午时分，我昨天晚上就再三的告诉你早点起来，半夜起来，你现在12点钟了还拿个灯过来，拍不到日出拍日落啊，用不着这么生气、啊、哦，拍日落，你不是技术很好吗？拍黄昏是吧？是啊，拍良辰美景是吧？还拍那你可以倒放啊，花烛是吧？你可以倒放啊，倒放那就不是日出了吗、嗯、好好好，不跟你说了。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，谁能有一些什么了呢，一哥得不到的梦，负你负我都即为老的负我了呢，嗨就一样全貌，人家要我让他见面的猫他这部分量了呢，我随便搞个快手的几十个部分量还搞这个，别快乐红磡急收身，别快乐冲去心锁，我来断工来风云哥干嘛干嘛啊，你不是不要我跟你一起混了吗？来来来，来收拾啊，这个东西。妈的，卢颖，这个东西真太难搞了，还要调平衡，怎么难搞？搞不到是吧？我还没怪你，上次说买卢颖的时候，你说要买卢颖 SC， 这个载重不够，不够，我怎么办？现在？哦，我知道，调不了平衡。不是这个不会调，这个不是跟一起的，我这个就很容易调的。那你来吧。这个不行。做什么都失败，别动，叫你别动，已经叫正了，
你还舔猫蒙了，你都没舔猫夹个进去想了，我的还不敢人家舔羊呢啊。不是好看嘛，你看哦，你戴在头上比那个拿在手上好看多了，是不是？好像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古代那个什么大将军呢、啊？啊，是对对对，大将军。啊，你还舔猫蒙了，你用那个羊，你都看我家那个菜叶在我头上呢。我，你不是刚才搞这个不平衡吗？我的真的是。我拿去烧尿了，你要舔羊啊你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好看吗？你好了好了，你等一下你跟我你跟我。一起你配合我做这事了，怎么我跟你一起配合你做事？你不配合我做事，我怎么做事？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一样发神经，往那边跑啊跑啊，这么大太阳跑是吧？你不跑，我哪有拍摄的目标，运动的目标？你就我单单拍那些树、那些草、那些花，有意义吗？哎，行，跑跑跑跑跑跑。跑！我已经跑两圈了，你跑一圈你还……老黑，你帮我。别惹到我啊！啊，别惹到。说那些话吗？哦，谁那个领导说那些话是吧？啊，行，你看那些领导说那些话，掷地有声，你懂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来，介绍。喂喂喂喂。啊。各位同志们，各位乡亲们，晚上好。现在。是全广播时间，由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，非常的严峻，经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，制定以上什么来着？有效方案，那个什么，一，不允许串门。不允许聚餐，不允许集合，还有那个，哎，啊，对，你说一个话，干了个牛蛮地的爷了，什么又怎么了？大江的录影体验今天就结束了，之后我来讲一讲，本来我不是做测评的，我就是讲一讲我的体验。这个录音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，就是如果你是用那种比较小型的微单，或者是镜头不太重的话，还是蛮可以的。如果你是用像这种大的相机单反，还有。大的单反镜头，还有加上圣罗德这种这么重的镜头，这么重的话筒麦克风的话，真的是很沉。我不知道卖了这个东西为我的创作，为我的以后拍摄视频有没有带来帮助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收获肯定是有，最起码它可以充当一下健身器材，真的是太沉了。单手的稳定器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松，
如果你这样握一天的话，你的手肯定会酸，肯定会酸痛。我只是啊，最长的时间大概就是握了一两个钟，然后就受不了了。好吧，啊，我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